哎，你嗨嗨去，得这弄不等弄啊！哎呦哎呦，还唠唠哩吧去，唠唠哩吧哥。你说唠唠白面，还唠唠哩去。哎呦，他这个面这一个要扣哎，又扣了。嗯，爹，啊，来来来，拿来，看弄什么面来？回来了，快来了。俺那个面，你看是是挂腰的还是挂的？挂的耶！回来，你回来了，俺给俺拿盒吃，给你拿盒吃。回来了，给姥姥娘拿的。湿地了呗，小天湿地了呗。哦，那的给姥姥娘里回来。谢谢，叫姥姥娘还说谢谢黑呀。谢谢黑呀。这边家里还是也没了面了，我说我说没两袋，你看那个有个窟窿上边。还没结，开始也没结的呢。嗯，一会儿你给俺打个电话，你给俺说一声。哦，我就说你给俺说一声，后面给俺再拦着，给俺说一声，是呗？行了，没事。这正好你家没面了，正好钱也没了。嗯，没有老钱家想吃啥，没有面了。来了是俺好几天吃花卷。哈哈哈！明天就说俺今天整点花卷。我家伙嘞，这丢事！你看蒸一锅花卷还叫你拿走？我有意见了，姥姥，我有意见了。不用锅呢，我俺家里有，俺家里也能蒸。这一说嘞，俺拿下去，俺拿下去那花卷，伢好好，我说好好，你吃花卷呗。那天亲着来，伢让伢吃，伢吃了半块，伢拿在手里。嗯。蒸糖包，咱谁吃嘞？咱洗衣液吃糖包。洗衣液吃糖包，嗯。这谁也接济啊？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隔辈儿亲，这就是隔辈儿亲。就是一半。等会儿，你往屋里吧。哎，你看那草莓，全都在恁那吃了哎。亲，今年泡汤了，今年没有泡汤，亲。可见了呗，我一开始说这个不是，你看这个是草莓，这个中间长成这个草莓叶嘞，这个才是嘞。那这个怎么不是？这个，但是人家这个顶上长那个是那个啥呀？长那是顶着草莓出来的。这都是草莓，这你看，因为啥？要不然是我说这个不是，你看这个中间这个叶儿，你看是这个样叶儿，草莓叶。这个香是呗？对，那要是这个是啊，这不这毒的，你看这块也有，是。那这个还长得挺快啊，你看第三叶可出来了，你看。和大地，你看。这个大地，但是我见这个大地上面顶着草莓的嘞。那是一种草莓。种草莓，那都几种？咱看看，长多少种草莓吧？那不是好几种，多少种草莓啊？七种，这该是七种之一。每天回来看一个草莓，几个这乱哄哄的多少了？哦，你看还说人家一说一颗不可不是，人家还是都出来了。挖种满的地都给你挖好了，这好待了两天了嘛？两天咱俩你回来是当地摸，我说这个不是草莓。后来我看这个当地长这个叶是草莓，是呗？你看长的第三叶，第三叶能吃了肯定能吃了，还呀吃吧，今年就吃不了了。每天那个吃的草莓往下的掉嘞。你每天往里浇水。是啊，可得给奶奶每天浇水，记得家那个草莓长得吃。我们家的地都挖好了，谁长受不了。这个长快，一说长上来的都长上来了。这个长也快，你看好接一天，嗯，一两天，你看，嗯，长得好嘞，对，还长大它才能歪。期待吧，期待这吃家这那个切这个草莓吧。嗯，一能吃上草莓。能了，不泡汤了，没有泡汤。别那去别那挤草莓上，挤两包，挤两包，谁愿意谁家吃。
哦，就是。哦，你头天这里等着说，妈早起来不上上面是外地。那上面地家是有我的，外哪几亩，外哪几亩种谁也不知道。这个慢慢出来了再分。哦。我还是学了一个办法。哦，对，人家说这个还是对的，等着吃你的，黑的吃不了。这个包是啥？这个应该是草莓。对，正常看看吧，这锁子也看不出来。就是。我回来了以后呢，也是先来看看这个，比较有成就感。别走走吧，你这是人家走走，我不会，俺还会行。没电，没电了，都没电了，我不会玩了，我不会，没电，咋？嗯。